陆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多亏了江总。要不要先扶你下来？不用，我还想再骑一会儿。带俺坐这么大呀？那我教你。我找教练学就行。我们家的人从小都接受马术训练，教你绰绰有余。这，这。如果说代码是人与计算机的沟通语言，那么身体就是跟马最好的沟通语言。放轻松，不要紧张，跟随着它的身体去浮动，感受一下。 我好像领悟到了。对了，嗯，昨晚没发生什么吧？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喝完酒就断片儿。你酒量这么差。嗯，我没做什么奇怪的事吧？没有，你昨天很快就睡着了。哦。